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解十方万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犯其即情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古母自相近母字的情意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片一片处贪经一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吾可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
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亿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 1:3-14，耶和华 Yahweh/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以及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arati， 这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卢玄聘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金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五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遭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字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摇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成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虑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摆。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审邪？曰：在使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虑兮也，每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
元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宁为地湖海山川，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我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解乃未收恶煞血泪已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八握经献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跨坐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谈闲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谈情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一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
上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曰盘母。五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一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帝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境，尽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至位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清气，生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蝶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极动黄极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 ://occ/occ-2/. 意图象棋生化。